哎，干嘛呀？你干嘛呢？我看你眼怎么了？拜托，你那是一眼吗？这小眼睛望眼欲穿的，都快成雷达了。行行行，小点声行不行？再说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跟我没关系的？ 哎，我就看了怎么的吧。没事儿，你想看就看吧。你看他们比翼双飞，这就对了嘛。没事儿，多看看地上跑的，多可爱呀。 精神抖擞啊！看起来你们还真是准备好了和蓝军大战300回合，挺眼熟啊！负重训练，报告，是007让带上的，报，有备无患。 019号，到。你确定自己可以继续坚持下去吗？报告，我可以坚持。你这样可能会成为他们的累赘。报告，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已经达成共识，我们集体推举019为代理队长，确保019完成考核，是我们给自己定的额外目标。报告，是这样的，019要是被淘汰，到最后我们不管剩多少人，都会主动放弃考核。报告。 我们已经准备完毕，是否出发？出发！ 就冲这一点，他们已经达到了霹雳火的选拔要求了。就冲这一点，他们就是我想要的人。我是不是通知各单位暂时收回重点照顾019的指令？为这个必要？不是，他们可都是来真的。我是开玩笑吗？我是不会妥协的。 说，他是不是要淘汰019啊？想啊，他心疼019。不想，他更需要019。我怎么觉得他既心疼019，又需要019？我说错了吗？他本来就很纠结。你小子进步了。好。哎，
确定一下信号的卫星方位。是。方位，距离我们大约20公里。走这条路。这条路地形太复杂了。地形越复杂，越利于我们隐蔽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跟敌人交火。你说这两个飞行员去那干啥？傻呗。得了得了，014，都几个月了，你的归属感还没调整完呢。跟起来吧，我们现在走吧。